好，我们看第三题，他要求这个数值，我们都把这个广义角哈，把它画到第一象限去。好，这怎么做？这个哈，我看呢，除以360度看看，1260或除180哈，360的话多少？43，这样是18100。零了哈，100等于3180，所以是零了。这是3180，3180就等于零了，这是等于零。它加多少？840，先给它减个720，cos 120就等于负的 cos 60度了。再加多少？580的话，我给它减个3个180，3个180540，585减掉540，这是 tangent 45度， tangent 45度是1，再加多少呢？ cotangent 我要减个360，减个360就变成 cotangent 哈，负30度了。啊，我给它加个360，变成 secant 60度，啊，加多少呢？450，我给它什么哈？加个360哈，360，360啊，450，等于多少呢？哦，90，所以是负的多少？加个360，就 cosecant 哈，负90度了。好，那这个多少？这是负二分之一，加一啊。cotangent 30度的话哈，这是负的哦。cotangent 是既函数，负的 cotangent 30度就等于根号三，哦，负根号三加多少？这是 cosine 的导数， cosine 60度是二分之一嘛，导数又是2，那这是 sine 的导数了， sine 是既函数，我负号提出来， sine 90度是1嘛，所以1分之1等于1，那这是消掉，所以这样多少？2减二分之一是二分之根号二分之三的，减根号三。所以是二分之三减根号三。